强，战法精，冲锋队落也成才人。新兵夺取襄阳郡，马到成而攻。前飞臣官拜大元帅，我知九局夺取尽是天下，令我统领雄兵十万攻取金乡，以大一等之。我不免先克襄阳，后取荆州，这众将而观让并进襄阳啊。星星不敢把月亮给，上房揭瓦没人敢拦着，要吃饭大摆桌，先吃馒头八十个，再吃米饭两大锅，吃完了饭我嘴里都渴，龙井茶跑了二斤多，睡醒一觉耷了脑壳，肚子硬的赛秤砣，满城的大夫都请到，个个摇头无计奈何，请了个老头好了好脉，开了个方子倒也不多，我妈一看扑哧一乐，原来是上边写饿他三天准能活，准能活。我寻常想当初我妈在家之时，我是吃喝玩乐任我逍遥啊，可我妈死了以后，我爸爸这个老头子可就大不然了，成天就把我关在书房，请了个教书匠，什么诗云子曰，子曰诗云，他不知所云，我也糊里糊涂。哎呦，今天在学馆和我那些众学友论起家事来了，这个跟我说他是将门之子，那个跟我说他是宦门之后，在我面前是夸了又夸，讲了又讲啊。轮到不才学生我这儿了，我是对答不出，羞愧难当啊。这时候我想起我妹妹来了，我妹妹是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。有嘞，我问问她去，我就是这个主意，找我妹妹观娘去。
是好万诚信，不思上进。为此，爹爹时常与他生气，奴家官娘自幼不喜女红，爱惜无益。这且不言，今早与爹爹问安一毕，不免看守小啊。那么第二句呢？第二句是啊，胸透底万人。哦，用刀去万人。哥哥啊，胸透底万人，就是说我胸中的韬略万人难敌。嘿，你瞧我这个妹妹啊，有多大的心胸啊。那第三句呢？第三句是啊，缘何是红粉？什么？原汤肉丝粉？哥哥啊，缘何是红粉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是个女孩子呢？哦，这个我懂，我懂。他你们女孩子就爱往脸上擦印着抹粉，所以叫红粉佳人。他我们男孩子就往脸上擦白面了，所以叫白面书生。哥哥、啊、你可真有意思、啊、哥哥爱开玩笑。那第四句呢？第四句是不得救生民。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啊，我不能够解救黎民百姓的痛苦。嘿，你瞧我这个妹妹啊，还真是胸怀壮志啊。嗯，哥哥啊，我时常羡慕那些前朝的古人。前朝的古人，你羡慕谁呀？甘罗。甘罗有酱黄瓜吗？哥哥啊，你怎么老说吃啊？哥哥我爱吃。秦朝的甘罗十二岁的时候就拜了宰相。嗯，还有周瑜。什么？周瑜？哥哥啊，三国的周瑜是东吴大将。哦，后来火烧曹兵83万的就是他。哦，哥哥啊，嗯，你瞧我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头描花绣短儿，比起人家嘞，嗯，我又算什么呢？哎呦，我的傻妹妹，哥哥我都18了都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嘿，哥哥啊，人而无志，寸铁无钢啊。这话说的有道理啊。
哥哥啊，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嗨，妹妹有所不知，愚兄有所不知，祖宗有所不知。你哪来这么三不知啊？我说妹妹，哥哥的来意你知道吗？哥哥，你干什么来了？哎，这就是妹妹有所不知。哦，那什么叫愚兄有所不知呢？那咱们家的事情多着呢，哥哥我知道吧？哥哥啊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啊，可就太多了。哎，对喽，这就叫愚兄有所不知。哦，那什么又叫祖宗有所不知呢？那咱们家祖上是怎么个人，怎么个人，怎么回事情，我都知道吗？哥哥啊，我看你呀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这就叫祖宗有所不知，凑在一块儿，这就是三不知嘛。哥哥，哎，此话从何说起呢？嗨，说起来呀，也不怕你笑话。今儿个在学馆和我那些众学友论起家事来了。这个跟我说他是将门之子，那个跟我说他是宦门之后，在我面前是夸了又夸，讲了又讲啊。轮到不才我这儿来了，我也不知道咱们家是怎么回事，我是对答不出，羞愧难当啊。这时候我就想起你来了，妹妹你多知多懂，咱们家的事情你都知道。这么着，妹妹，今儿个你呀，从头到尾跟哥哥我絮叨絮叨，明儿个我也好跟他们砍上一砍呐。哥哥啊，这都怪你平时不好。你平时好玩成性，不思上进，事到临头怎么不丢人呢？丢人就这一回，下回不丢不就结了？哥哥，哎，从今往后你要用功读书。要学我家前辈的贤人。贤人？我早就成贤人了。你闲在哪里呀？我呀，哪有大戏坐下就看，哪有好玩的我到哪就玩，我这不是闲人了吗？哎，我说的是圣贤之贤，就是大贤人。哦，那就更好办了。妹妹，你找几个人的扛口大缸来，把哥哥我降在缸里头，再弄他80斤咸盐往里边这么一撒，再找回大石头往上这么一压，压他10天半个月，再把哥哥我捞出来，我比那咸菜还咸呢。哥哥、你又开玩笑了。哎，我说妹妹、你呀，把咱们家的事情赶紧跟哥哥我说说吧。哥哥啊，你当真要问呐？我当真要问呐。好，哥哥说给哥哥听听。Woo!
回我可明白了，闹了半天咱们荀家净出好样的。妹妹，我呀也别闻着了，干脆我跟你学点武的得了。哥哥啊，你这样不耻下问可真不错呀。嗯，可是我又会点什么呢？你会什么教我什么呀？哥哥啊，我就会点拉弓射箭。哦，拉弓射箭。得嘞，今儿个我就拜你为师，跟你学拉弓射箭。那哥哥啊，那咱们出去找个宽敞地方。哎，好，咱们走。走着。哎，走。哥哥啊，我拿着弓。哎，你拿着弓，我拿着箭。你拿着箭。哎，走。走吧，哥哥。走着，走着。哥哥，哎，听我告诉你说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拉弓射箭呢？也是一样。哎，这话说的有道理。嘿，哥哥你瞧啊，啊，这就是我时常练习的地方。嘿，这块地方可真好啊。哥哥，哎，你瞧着啊，左手直弓。左手直弓。不错。右手搭箭。右手搭箭。哥哥你给我，你给我一支。哎，哥哥啊，就瞧着天上的飞鸟，就朝着它飞的方向，就这么这给它来一个射鱼指天。哎呦，哥哥你没事吧？你留什么脑袋呀？哥哥我跟你闹着玩呢。吓死我了。我射的好不好？你射的可真好啊。哎，妹妹，那地下跑着呢。要是地下跑的呀。啊，哥哥，哎，再给我一支箭。哎，再给你一支。哥哥，哎，要是地下跑的呀，还有一个名堂呢。有什么名堂啊？这就叫蹦底藏身。哎呦，妹妹，吓死我了。哥哥你没事吧？你留什么脚啊？哎呦，我说妹妹，常听人说这百步穿杨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百步穿杨啊！啊，百步穿杨就是在百步以外能射穿那小小的杨树叶子。哦，嘿，哥哥啊，那可不是步箭了，那是什么箭呢？那是马箭呢。哦，骑马射箭。嘿，骑马射箭呐，可就更威风了。两军阵前假作败下阵来，然后扭转身去弯弓搭箭。哥哥，哎，这就叫明枪容易躲这暗箭。最难防。好，哎呀，换不动是啊呀。啊，爹叫咱们俩读书去呢。啊，咱们快点去吧。我来呀。你再教教我吧。啊，爹叫咱们读书呢。妹妹，妹妹，你回来，你再教教我吧。来了，哥哥。哎，
臣下。好。快叫巡从来过呀枪。你速速开城归降，日若不然，杀贼的臣去击穿八六。老夫奉命把守襄阳城池，启用尔等检阅造反。三军到，六昆木雷石打下，这啊，攻得城。则人多势众，吩咐小心把守城池，无令不可迟战。啊！寻送老儿跟我雷石齐发，若不是马走日飞，险遭破刺，襄阳城防守甚严，一时延恩功德破要我了我，我不免将此城团团围之，待等弹尽粮绝，他等是必定归降。这众将而官将襄阳团团围持了。啊！昆木雷石打下，可那杜泽并未收兵，扬言要将满城的众百姓活活困死城内。速速报与公子小姐知道，得令。哎，这。形势危急，难执掌啊！众将擒哪张？来也！参见太丞。众位将军，太丞，杜增攻取城池，
太守引火吩咐，那督真带领10万人马向襄阳团团围之，不知众位将军可有佳谋之策？其太守则兵10万有余，我城中兵将不足2万，敌众莫寡，末将以为只可坚守，不可吃战。若不吃兵，一旦责任攻破城池，岂不是坐以待毙，举遭杀害？将军言得其实，不如我等杀吃重围，与则决一死战。启禀太守，闻听督真骁勇善战，十分残暴，我想太守日经年迈，岂是他敌对手？不日弃城逃走，保命要紧。是啊，望太守三思。太守三思。如此时来，战不得，战不得。向我询问一时英明，大敌当前，因一身报国的才识，昔日廉颇黄忠而为狼英雄，尚且报效国家，奋勇杀敌，我虽年迈，也宁愿战死沙场，万不能做那弃城逃走的千古罪人。那位将军愿代长率营，待老夫亲自出战也罢。兵临城下无人挡，马革裹矢矢不降，英心交与众将。襄阳危在旦夕，为父拼着老命不要，也要与那子决一死战。爹爹，督真虽然厉害，这襄阳城池也还坚固，足可保守，大家还是快想个计策退敌的才是啊。是啊，大家相爱。老师终日无所用心，难挨哉。你在做什么？读书啊，读通了好用计呀。你有何妙计？听我跟您说啊，只需大旗一面，上写斗大一个男子，高高挂在城墙之上，那贼一见自然不战而退呀。这是何故啊？嘿嘿，这就叫知难而退嘛。呸！事到如今花乱将，又自日此等惨伤，冤枉苍天悲神啊！守宛城，若得他来相救，此为可。
是啊，向那石兰将军乃是我的故里，若得他来相救，此城有救也。只是这责兵甚多，何人前去求救呢？事已如此紧急，女儿我去。平日见你颇有见识，今日看来你与那蠢子一般的活脱。你捎带上我干什么呀？向那独尊带领十万之众，你一个女孩儿家焉能冲吃重围？倘若北侵，岂不是拼搏送命？你还不与我退日后堂去吧？爹爹此言差矣。当初詹公淳于义犯罪当诛，其少女名唤缇萦，府阙上表愿替父死。汉文帝召见，怜悯其孝，赦却其父之罪。又有一个上谕曹婿，5月5日龙州竟渡，遭风赴难，其幼女名叫曹娥，啼哭投江，龙神竟之。5日之后，抱父尸首浮出水面。此二人皆是幼年的女子，怎么就能笑传千古呢？女儿13岁，不为年小，当此危难之时，不能替父解忧，生我何为呢？好，让我妹妹给问住了。只是责兵把守森严，倘若有事，我儿岂不是丧了性命？无人出去求救，城破之日也是一死，不如舍命。万一侥幸冲出重围，一来保住国家的城池，二来救得襄阳百姓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听你之言，是一定要去呀、啊！女儿一定要去。小姐之言甚是有理，还需想一计策，驰骋才是。但不知你是怎样的去法呢？贼兵甚重，百日难行，必须夜晚3更时分，爹爹先将东西两门放火，女儿趁乱从南门坠城而下，直奔宛城搬兵。我等情愿护送小姐取之宛城搬兵求救。列位将军，还是辅佐爹爹护城的要紧。只是你一人前去，如何冲那10万之众？想当年赵子龙匹马单枪长坂坡大战，曹操称他一身是胆；田单守寂寞纵火牛而破燕将，人称他千古奇谋。所以曾子曰诚其心，孟子曰正其气，不怕是女儿，只要有胆气，随千万人吾往矣。我儿有此胆量，甚是可嘉。只是若有半点差池，将我诱惑见面去见你那下时的亲娘啊！我儿虽然有志量，年小未曾进战场，历经要去搬兵将，好叫为父挂心。Yeah.
此，为父也不拦阻于你，我儿改装去吧。想起来，生男亦无用，养女又何妨？一十八岁的儿子不及这一十三岁的女儿，真乃憾事。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不能以正心。你又在做什么？念书啊！如今不要念了，爹爹。先前是孩儿我不听您的话，没好好念书，那都是孩儿我的不是。刚才听我妹妹一席话，真是句句在理，让我这个做哥哥的自愧不如。从今往后，我也要跟我妹妹学，用功读书，发愤图强，做一个寻家的好儿郎。好了，我儿从此立志发奋读书，为父也就放心了。多谢爹爹。众军唤马童来见。马童来见。来也。参见太守，有何吩咐？老夫命你护送小姐托为班兵求救，你可愿往？臣蒙太守抬案，马童情愿护送小姐，纵然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。如此甚好，一路之上细心照料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寻常一路之上为保障，舍身为国，性命呀！
妹打扮起来可真漂亮啊。儿啊，为父特命马童护送于你，一路之上需要小心。女儿知道了。儿啊，今晚三更时分，为父命人先向东西两门放火，再以一队人马从北门杀出诱敌。那杜宗必然前去接应，此时儿从南门坠城而下，直奔宛城半壁。万孝皆辞去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列位将军，自古道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我等同心协力护卫城池，待等搬来救兵，何愁贼兵不破。Thank you.
镇守雄关，怀赤胆，报之家，将作义务推王道东南半壁建邦家。一代登去，闻得杜增兵困襄阳，为此操演兵将战唐军。有此后了。啊！秦元帅，先有襄阳太守吕公子迎门求见。哦。荀太守乃我之故知，他的女儿到此，莫非襄阳有事？快一快，有请。是，有请荀小贤。将军在上，待奴大礼参拜。某乃太守故吏，焉敢当此大礼？君呐，襄阳北屯风，不透大权安危，张雨柳身不及西兵马忧，不工巧傲气敌在城楼，不曾粗鲁。小烈实在令人可敬，某即刻发兵就是，特重将官。兵发襄阳，去者。啊！
甚是骁勇，末将不是他的对手，是你枉费徒劳，惭愧呀，惭愧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将军不必如此。只是适才杜增身负箭伤，只怕未必善罢甘休吧。这啊，启禀将军，有一女子求见，唤她前来。有我请。参见将军小姐。兰心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你们与杜增交战，我们在城楼上都看见了。老爷修书一封，叫我趁乱之际送出城来，交与小姐。爹爹的亲笔书信，待我一观。官娘爱女，英勇杀敌，敌众我寡，危在旦夕，为父心急如焚，事与不成，同归于尽，奉我儿速速逃生，留我玄门一脉相爷。快赴荆州去吧。二位救命之恩，官娘终身不忘，待我女扮男装去往荆州二次搬兵，二位请上，受我一拜。
难到此，王奔呢？好。石某遣番，中了玄宗老儿调虎离山之计，幸好搬来的人马兵力微弱，难救襄阳。只是某家被那马上女子剑伤旁臂，毫不怒恼，也曾命人追砍与他为剑回报。问走。启禀元帅，马上女子被我等擒住了。朕乃大功一件，将他押了上来。押上来。都，这一女子你是何人？巡官娘。怎么讲？你姑娘巡官娘。哎呀呀！啊啊啊啊啊啊！本帅再来问你，前番去至宛城搬兵之人可是你？正是。哼，如今北某亲至，看你缓慢何迟搬兵来。要将他与我押了下去。啊，官娘虽已被谋擒之，只是襄阳城防守甚严，一时焉能攻破？要问两问，我不免挑选帐下年轻美貌的兵丁，假扮巡官娘的模样，前去炸开襄阳城，然后杀进城去襄阳。岂不是唾手而得？人言我是孤毛不将，今日也要用气量。寻宋爱女，难辞荒，打开城的去。去向个强，哎呦，我们帐下可有年轻美貌之人？有一崔石官，年轻貌美，名唤刘木丁。速速唤他前来。刘木丁进帐来了。正在营中起灶，忽听主帅传召，走进帐去跪倒，听他怎生言道。元帅在上，小人柳木丁叩头。罢了，抬起头我来。谢元帅。哎呀呀呀呀！元帅为何发笑？众将道你美貌，今日一见面果然不差。柳木丁有本帅平日大义，你是何？待小人恩重如山。好，今天晚间命你扮作女子模样，前去炸开襄阳城，若是成功，保你的富贵不小。但听元帅吩咐。你等要好好地教导于他。是。这众将啊官，有。今天晚间夺取襄阳城，你等先行埋伏，不可轻举妄动，威临这城。
则兵，父子们抵了关东啊京，怕的是则子有功臣，爹爹开城啊！何人叫臣？我是冠娘啊。哦，莫非是我儿搬兵回来了？我妹妹回来了。啊，寻常，你仔细看来，可是你的妹子啊？我是没用的人，你别指着我。自己的妹子还不认识吗？我妹妹是你姑姑。呀呸！乃是我的女儿。是啊，你父女还不认得呢，更甭说兄妹了。何爷之间，我老眼昏花，看不明白。我眼睛也不大，你看不明白，我也看不明白呀！哎，这到难了，快快开城啊！哎呀，这边如何是好啊？嗨，这有什么难的？给他开开不就得了？若是责兵诈臣之计，哪还了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哎，对了，我去城门洞上瞧瞧，他要是假的，我就给他来一个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您听我这么一嚷啊，您就赶紧把千斤闸放下来不就得了？速来到你去带金线策计破获兵法。嘿嘿，我一肚子兵法呢。来，攻坚伺候，吩咐开城。开城开城。将令速将下班冠娘的里口压了上来，压上来。胆大女口竟敢前来扎城，推迟斩了。哎，大哥，慢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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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咱们城里有女子出城搬兵，杜增手下叫女子扎城，他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再者说了，他要是杜贼掠抢来的女子，咱不就成了滥杀无辜了吗？怎么今日你倒如此地聪明起来了？就依你之见问他一问。我是得问问。哎，这女子，你是一贯做贼呀，还是被杜僧掠抢来的？启禀老爷公子，小的不是贼人，是在营中烧火做饭的。小的也不是女人，是受那杜贼的逼迫，才男扮女装前来扎城的。嘿，你瞧，你瞧，你瞧，幸好问了一问，要是糊里糊涂错杀了好人，难免报应。倘若报在自身，哎，不过自己倒霉；倘若报在儿孙，那我可就受了连累了。又来胡事，来又。暂且将他压了下去，吩咐众将小心把守城池，不得有误。压下去。Thank you.
将军队到路跑，老夫奉命去征讨，孙长先生是良好，寒秋你就能上得得到，换个名目也三国关公相似，莫进敌隆恩，镇守荆州，所剩一子，名叫周父，年方15岁，曾受一任传授，颇知兵法。且知杜涛兄弟攻烦我关，使我前来讨看先生，殿下火攻之计，将他杀退。进门杜森兵困襄阳，为此命我儿日夜操演人马，朕是人众家辅佐根基后，要学关公举杀阿刘。年少英雄志亮幽，忠君报国觅封侯。参见父王帅，一旁坐下。有座。我儿操演人马，众将不误，可乘其否？众将不误，甚是其真。朕尽力也，此乃先生之功。父帅言得极是。啊，爹爹，闻听襄阳被困，孩儿有意前去解围，不知爹爹意下如何？吾儿不可鲁莽，待为父与先生共商破敌之策，再做道理。走。启禀都督，今有巡太守公子求见。哦，有请。有请巡公子。夫君，臣晚候，万里江山日画图。都督在上，小将大力参拜。公子与老头并目同仇，知心常理。都督乃国家重臣，焉有不拜之礼？公子见过陶先生。哦，陶先生。我儿见过荀公子。故
选公子。公子请坐。谢坐。请问公子到此何事？启禀都督，见则督政围困襄阳，家父特命骁将到都督帐下借兵求救。督政有勇无谋，临尊深知兵法，襄阳防守甚严，何用老夫欲进讨伐？襄阳乃荆州门户，倘若襄阳有事，荆州恐亦难保。家父虽深知兵法，怎奈兵未将士，还望都督早行人马，以救微臣。此时方丈未可轻敌，倘若老夫抽身不利，荆州大事去矣。妇人女子尚且小命将长，都督掌握重兵，见则不战，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？恩臣故。兵贵神速，不闻敲迟，昔日照顾日期，切符就照，人称见过丈夫。我虽不敢枉别故人，只是家父被困，我这个做女。啊，公子，你什么？我这做儿女的，不能替父分忧，贪生何意？老夫其实切则不战，乃是吃重养死，老谋深算而。都督此言。
小将军。向那宣太守与副帅素来交好，宣公子不辞艰难前来接兵。副帅李胤速传将令，整顿人马即刻发兵解救襄阳。二位小将军言得其实，阿都督山人以为那督镇久攻不下，则是必错。我们此时前去大功可成，况且襄阳北困已久，城内必然弹少粮缺，还是早日发兵才是。先生所言其事，老夫发兵就是，众将何官？兵发襄阳去压城。全凭三寸舍，求来十万兵。哎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我穿了一身男装，在周都督面前讲金比古，竟说了写个女子的故事，这可是一个大大的破绽。幸而我说的无心，他们呢也听得无意，未必能窥破我的行藏。来此已是襄阳地界，哦，远远望见周家人马来。来此一试襄阳地界，大军闲聊数日，一路劳乏，即到襄阳地界，就此安营扎寨便了。仁兄，请来传令。岂敢！如此，你我一同传令。得军师们，有。就此安营扎寨，明日与那则决一死战。啊！任兄军令森严，朕乃大将之才。学任兄夸奖了。啊，
仁兄再次扎印，待小弟依着仁兄之印，另立一小寨，告辞。且慢，朕要与仁兄共议破敌之策，何不在一尺扎印？啊，怎么一尺扎印？一尺扎印。恐有许多地不便吧？同心破则有何不便？这个，好，日次你我一同扎印，这便才是。仁兄，请。请。小弟此番前来借兵，全仗仁兄从众为力，小弟当面谢过。哎呀，岂敢！为国先劳，理当如此。寻仁兄青春年少，有此胆力，令人钦佩。我有意与仁兄结为金兰之好，不知仁兄意下如何？这，小弟怎敢高攀？想是非薄小弟。来来来，你我点起香烛，拜过天地。干嘛拜天地呀？结为兄弟，理应拜过天地呀。那可使不得。自古英雄相爱，便可结为异姓兄弟。像战国之时，杨炯爱左伯桃；三国之时，刘关张桃园建议，谁人不知，哪国不晓？难道仁兄怪我心急破城？莫这道仁兄是真心交友，怎奈我是个委屈。委屈什么？我是为赤臣搬兵救父，待破泽之后秉这家父满朔郊游，就是给你做。做什么？做一个真朋友，何必做假兄弟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仁兄既然姻缘，待等破泽之后再行定交，也就是了。赵王，日以后定力也是一样，何必急在一时呢？寻仁兄，你我已是至交的朋友，今晚我二人同榻而眠。什么？就是一块睡觉啊。哎呦，越发的使不得了。哎呀，仁兄休要见外，想你我同榻而眠也好，随时商议军务大事。况且桃园兄弟也曾同榻而眠，你我何不效法古人？你倒效法古人了。可是我一个人睡惯了，俩人我睡不着。什么？仁兄怎么学起大姑娘来了？来来来，带愚兄与你卸甲。且慢，小弟告别。请别。哎呀，且住，此人真是一位才高志广的英雄，又有一番淳朴气质，我爱人一见如故。可是他要跟我拜把兄弟，又要拜天地，还要跟我一块睡觉。那要是拜天地在一块睡觉，那不成了？哎，我有主意了。仁兄，仁兄，你看夜半渐深，我们何不偷印劫寨，杀那个赌僧一个措手不及？此计甚好，有道是兵
鬼神速大军师们要随本帅杀王敌营去找
此乃犯内之事，仁兄不必如此，请都督小将陈重一叙。好，襄阳臣去而查。请是周都督的旗号，吩咐开城。开城，开城。你怎么穿成这个了？男不男女不女的。啊，儿啊，可曾看见你的妹子啊？看见了。我怎么不曾看见呢？老眼昏花的能看见什么呀你？周都督到。哦，有请。有请啊。巡太守周都督啊！干老周都督，陶先生亲率大兵扫灭贼寇，巡某当面拜谢。太守，你是虎臣有功，下官惭愧，就请都督进城。请。见过太守，请。啊，巡太守，唐先生，我这里有诗信一封，太守即可以观。哦，好好好，待老夫仔细看来。哎呀呀，原来是为小女的婚姻大事，
全仗唐先生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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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见呐，惶恐啊，惶恐！啊！太守为何不见令郎公子啊？啊，小儿乃是个无用之才，都督替他做甚？哎呀，太守特遣了，快快前来相见吧！都督不见也罢。见见何妨啊？哦，好好好，待我唤他前来。寻常，寻常，快来！哎，来了。刚说歇会儿，又大惊小怪的。寻常，快快见过周都督。什么？周都督？不是早让诸葛亮给气死了吗？休得胡言，还不上前见礼。哎，参见赵都督。啊啊！荆州版本的荀公子甚是英俊，如此看来，怎么有心儿蠢笨呢？啊，我离开我爸爸就聪明，见着他我就犯傻。啊，荀太守，你有几个儿子啊？仅此一子。这位公子不是借兵之人呐？借兵？我连水也没借来呀。好了好了，啊，荀太守，快快请来临安相见吧。哦，好好好。官娘，官娘快来。妹妹，爸爸叫你呢。儿啊，还不快快见过周都督与唐先生。娘儿不去也罢。我儿乃巾帼英雄，何必如此，快快上前见礼。是，拜见周都督陶先生。守，此位是？这是小女官娘。荆州版本的分明是一男子啊！都督此番失了眼力了。此话怎讲？女公子荆州搬兵之时，一番将进比故，说的都是巾帼英雄的故事，下官便略知一二了。他瞒得过都督，也能瞒得过下官。我就知道这地方是个破绽。啊，荀太守，下官的书信可曾看过？老夫依然看过了。荀州两家皆为秦晋之好，太守意下如何？本督偷探提亲，忘记姻缘。但不知公子是何心意？岳父大人请上，受小婿大礼参拜。贤婿快快请起。我儿见过荀家兄长。荀大公。
冲你呀，我这剑也学不成了。儿啊，你一日活。我的女儿，我明白她应允了。儿啊，还不上前冲前一礼。小姐，前者小将有所不知，有何冒犯之处，还望小姐见哪谅。后堂摆宴，与周都督、唐先生合恭，请。